在关心这台北县警方破获了天道盟太阳会的黑帮分子，这会长吴锡聪呢，去年是介入了独家报道这杂志经营权之争，后来警方又调查南港轮胎少开，这个陈威陶似乎也曾经委托太阳会帮他讨债，不过陈威陶是否认。太阳集团供电，吴锡聪董事长就主电位。天道盟太阳会会长吴锡聪领军，率领600个弟兄以太阳集团名义大阵仗到台中参加大哥的丧礼，却被指认出来，原来他就是去年12月30号在台北县树林海鲜餐厅枪击案的幕后黑手。另外，他还涉及独家报道杂志经营权之争，教唆小弟开枪。他就讲说，大家来研究一下，写一份平刊声明，准备礼拜一向社会公布。警方收网逮捕会长、干部一共6个人，还查出南港轮胎小开陈威陶疑似委托太阳会讨债，不过陈威陶否认。我不可能去跟人家签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委托他们帮你要债，然后付给对方500万。我要什么债？据了解，陈威陶付给太阳会500万作为答谢金，但事后太阳会并没有帮陈威陶解决债务纠纷。尽管陈威陶否认，警方还要分案追查到底。中天新闻许志明、许少平台北报道。